太从长计议了，因为今天时间点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对，无受到尊重。我唔知影处长你是安怎做的，我本来嘛感觉讲你是非常的优秀，但是今天来讲这种的，唔是送礼物给咱装卡偏向的家长的，是来给人家做一个足刺激的种打击呢。我拄下你来，我就一百岁啊！我这就是来咧吵笑的，迄真正是无受到尊重，无采讲咧办教育，所以本色是原来无赞成你废校啦。这间永光国小是永远发光发亮，阮的农会总干事嘛是伫遮大汉的，所以讲未来是因为你永光国校废校了，这间学校有法度发挥什么功能？啊，你配套措施，你有法度让家长满意无？有法度真正保证讲囡仔安全去上课、下课，让伊会当讲成绩真的有办法突飞猛进？那是爱沟通，甲大家有共识的。所以今仔日我嘛不爱讲太多，未来大家还佫有一个长期抗战，爱家长会同意，地方的。咱的头人，咱的总干事，咱的村长，咱的家长，咱的家长会拢爱同意，唔只会使办的。处长，你知道吼？啊，我以上就简单讲到这边就好。但奶奶爱国播，下再来播。